起书画起社蹴鞠，云文云武学习无间，生活是一目两天，做中学学中觉，沙子虽小一沙一个世界，粒子虽小希望却是无限，两人发挥双效富贵，大爱山国满人间。修养不够，赞成阿福当学堂班长的同学请举手，一二三四五，好，一共是五位。赞成小龙汤包当学堂班长的同学请举手，一二三四，好，一共是四位。经过投票表决，阿福成为我们的班长。耶！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会好好带领同学做个好班长，努力为大家服务的。好哎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好哎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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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快跑啊！快！魔戒，快跑！快追上汤包，抢汤包的球！汤包！把球给我，小栗子，加油！摩羯，你怎么跑步像走路一样的慢？你这样怎么比赛？哼！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哼！咦！可恶的阿福竟然敢趁我不注意！阿喜，耶！阿喜，球来了！你哥对你也太凶了吧！哼，他对谁都这么凶。他以为全天下就他最厉害。我觉得他太骄傲了。对啊，这样会没有人敢跟他同一队的。决定唱哪一首歌可是很重要的事情哦。就是啊，胖胖，你想清楚了没有啊？我决定好了。真的？我决定唱《枫桥夜泊》，参加村子里的歌唱比赛。好耶！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河雨湖苏晨晚，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。唱的还可以吗？请大家给我意见，让我改进。
我觉得，你可以唱的稍微再小声一点啊，再小声一点。哈，我觉得唱歌要有感情，有的地方大声，有的地方小声才好。阿喜，你说的真的太好了，我一定会改进的。嗯哼，阿福，你为什么一直摇头？不行啊，不行，根本不行！我劝你还是不要去参加比赛。为什么？你唱的是我听过最难听的歌声了。我说实话也是为你好，免得你上台让全村的都听到了，丢脸。胖胖，你不要管阿福，你只要努力练习，一定会有进步的。就是啊，不要管阿福了。胖胖，阿福也太伤人了，干嘛把人家讲成这样啊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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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要重扫，这样不是很浪费时间、浪费体力吗？每天做的事还做成这样，真是受不了。我们只是在玩，不是不会扫。就是啊，我们扫地清洁的结果也都经过了方丈检查，过关了。那是方丈慈悲，在我看来一点也不合格。这要是在我家，好了啦，哥哥，不要再说了啦。你说啊，在你家会怎么样啊？这要在我家，铁定过不了我爹那一关。我只能说，你们两个真的是太随便啦。好了好了，随便他怎么说，我们赶快去扫啦。吃饭喽！哦，我们今天啊要出去吃。对，出去吃。这下子，阿福成了没有朋友的人。不知道阿福现在是不是一个人吃饭喝？他活该，谁叫他这么难相处啊？阿喜，你觉不觉得跟阿福相处好紧张哦？是他的嘴太坏了，难道他看不到别人的优点吗？我们要不要提醒阿福啊？不然大家以后怎么做朋友呢？我赞成，应该啊找个机会跟他讲。你讲，我不敢。阿喜是妹妹，阿喜讲。我不要，他才不会听我的嘞。阿福不会听任何人的话的，他总是觉得他永远是对的。我是好心啊，为什么大家却会讨厌我？我说实话是好意，为什么同学们都批评我？你觉得同学们对你的批评有错吗？不完全错，但也不完全对，他们都不懂我的好意啊。那你想怎么样呢？
我想知道我要怎么做才能改善大家对我的看法。如果有人听你的话去做事，动作慢一点，你会怎么样呢？我会很生气，为什么偷懒，做事慢吞吞的。那如果有人听你的话，拼命往前直冲，你又会怎么样呢？我也会很不高兴，因为他不可以冲到我的前面去。那就对了，不论快或慢，你都会不高兴啊。妈，你可知道自己生气时候的模样，说话的语调是什么样子吗？方丈，我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。看别人不顺眼，那是自己修养不够。我很容易发现别人哪里不好，总是忍不住就批评起来了。指正别人缺点的同时啊，正暴露了自己修养不够，看不到别人的优点。方丈，那我还会有朋友吗？时时提醒自己以善解包容对待别人，大家也会感受到你是个知错能改、性情柔和的人。方丈，谢谢，我会努力改过的。嗯。